LB 选择另一半条件在一起开心就好。翻摄自 LB 脸书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 LB 刘景莹从我爱黑社会出道，拥有甜美娃娃音及火辣身材，加上机智敏捷的反应，让她成为综艺节目的常客，同时又担任天才冲冲冲的助理主持人，今年更成为李玉芬师妹，未来将朝戏剧圈发展，事业表现相当优秀。不过事业得意的她近日却与交往三年的男朋友分手，对于爱情这门学分，她也直言修到破表还毕不了业。据一周刊报道， LB 近日和交往三年小他两岁的男朋友分手，两人因个性冲突常为琐事吵架，大家觉得我们很合，兴趣相仿，也很爱做一些智障的事，但总是因为日常琐事吵起来，最后两个人都很累，决定分开。LB 右表示张立东，左是中央空调，翻摄自张立东脸书。不过外形亮眼的 LB 异性缘一直很好，身边也不乏追求者，对于多次在节目上对他表白是爱的张立东，他直接发张好人卡，他就是一个很会逗大家开心的人，是我们演艺圈所有人的好朋友，还不忘赌一枪，你可以是暖男，但可以不要当中央空调。他笑言我只是张立东的众妃子之一，没办法接受男朋友一天到晚在外喝酒。看来要看绯闻男友张立东修成正果机会十分渺茫。